欢迎大家参加牧迪港众恩堂的复活节圣餐主日崇拜。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现在邀请大家先安静默祷。请听宣召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到第九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同我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将聚会交托给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上受一切的痛楚，流出你的宝血，倾倒你的生命，为了是要买赎我们的罪。今日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是几咁大的恩典。主啊，你不单止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你也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藉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都应许，你说你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将来你要再回来接我们。所以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你给的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的将今日这个复活节的崇拜交托在你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赐下你一切的祝福。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接着我们一起以诗歌来到赞美神，敬拜神。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起为奉献来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主啊，每一次想起，主啊，你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你都买赎了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每一次想起，我们的生命是你买赎的。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我们可以蒙神拯救，甚至可以称为神的儿女，得着永生的盼望。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你的。所以既然你将生命倾倒给我们，求你亦都帮助我们学习去回应你的爱，以爱还爱。主啊，现在我们将金钱来到奉献给你，作为我们对你的恩典的一份的表达。希望你的家能够有粮，能够你的福音的工作不会停止。主啊，我们更加的盼望，主啊，你能够祝福每一个真的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经历施比受更为有福。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我请大家同我一起先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嘅深恩厚爱，多谢你为我哋嘅缘故，唔单止道成肉身，更加喺十字架上面钉身流血，为我哋尝尽一切嘅痛苦，为咗要买赎我哋嘅生命。我哋感谢你呢份深恩厚爱。今日喺圣餐当中，求圣灵你继续帮助我哋更深嘅感受到你嘅爱，亦都学习以爱还爱，一生忠心嘅跟随你。愿你嘅旨意能够喺我哋身上面成就，喺你所用宝血买赎嘅教会当中成就，叫你得着一切嘅荣耀。多谢你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而家我邀请大家拿起你已经预备了的饼，请弟兄姊妹呢已经领受了水礼的，现在可以拿出这个的饼。主耶稣在被卖那晚，他拿起台上的饼，祝谢之后就擘开，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你手上的饼，这个饼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我们现在存着感谢的心一同领受。现在我请大家拿起你预备了的杯，饭后耶稣拿起台上的杯，他祝谢之后就说，这个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叫罪得赦免。弟兄姊妹，这个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是救恩的福杯。主耶稣说他不会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在神的国里面和我们喝新的一杯。所以这个的救恩的福杯也都带着永生的盼望和将来我们得赎的凭据。我们现在一同举起这个救恩的杯，我们感谢神，称扬主的名。弟兄姊妹，愿神透过圣餐来祝福大家。弟兄姊妹，现在是默祷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同心的为这个的世界守望，为教会来到守望，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爱的天父，满有怜悯的神，在这里我们首先为世界继续来到祷告，来到守望。主啊，这个疫情现在还看不到有紫色的迹象，还很反复，亦都发现有不同的变种的病毒来到出现，特别在 BC 省过去这个礼拜里面感染的数字都不断的上升。主，我们都恳求你真是怜悯来到施恩，我们都特别为到在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平安来到祷告。另一方面，疫苗已经开始准备全民的接种，我们特别求你，特别那些长者他们不会有什么的副作用影响他们的身体。主，另一方面，我们都为世界不同地方的政局来到祈祷，特别我们为缅甸经过两个月的政变带来的种种的伤害，我们真的要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这个的军政府，甚至动用了坦克车和战机来到去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主，我们求你怜悯，已经有很多的难民走到去其他的地方，甚至在泰国都被人拒绝入境要赶回来，主，他们的处境实在是很困难。主，求你怜悯，感动这个国际能够产生压力和制裁，让这个的政局真的得到转机，重新让这些市民有平安的日子可以过。那些已经甚至失去了亲人这些人的生命，也都求你怜悯缅甸的教会，让他们在这么困难的日子能够继续
成为盐，成为光，去鼓励周边的市民。在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最近都发生了种族的仇恨，甚至有暴力和凶杀，将我们真的向你呼求，求你怜悯保守，真的我们有平安。另外都为到加拿大这个的思路法案，就是禁止帮助人进行性向的治疗，这个的法案的审议的过程，将我们恳求你，求你让这个法案真的不要能够通过，让那些寻求帮助的能够得到转机。在另一方面，我们都为教会来到祈祷，最后我们感谢你过去三个月教会学习作为一个警醒祷告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参加教会的祈祷会，甚至现在有早上的早祷会，也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参加。我们真的盼望你祷告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燃点这把的祷告的火，让我们从祷告当中经历生命的复兴，教会也都得着复兴。我们为到下一季度讲到扎根圣言提摩太后书的释经讲道来到祷告，求你透过讲坛鼓励弟兄姊妹积极追求圣经的真理，能够扎根圣言，藉着神的话语教会得到复兴。也都为教会开始的门训祷告，求你赐恩给牧者和参与的弟兄姊妹。最后为到身体抱恙的弟兄姊妹，最近有几位弟兄姊妹跌亲，甚至入了医院，特别为到詹妮姊妹她的脑的血块要做的手术和康复的过程，我们恭敬将她交托，求你怜悯医治。多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仰望祈祷和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选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4章36到53节，请听神的说话。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起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圣经读毕，接着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有梁耀莲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题是你看见复活的主吗？现在恭敬将时间交给梁牧师。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经文内容是记载耶稣复活的事迹。整章的经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节至第十二节，那里是讲到彼得和妇女他们怎样见证耶稣的身体是不见了，而天使就说主已经复活了。第二个段落是第十三节至三十五节，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来到向两个门徒来到显现，最初他们是认不出耶稣的。而第三个部分是第三十六节至四十九节，耶稣又向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来到显现，而且还展示他自己真正的复活，同埋吩咐佢哋嚟到去传讲悔改嘅道，直到万邦。而最后系第五十节至第五十三节，耶稣为佢哋祝福咗之后，就被带到天上去咗。喺呢章经文里边，好想首先同大家嚟到思想三个嘅中心。第一个嘅中心喺呢度系要指出基督复活嘅事实。咁有好多人佢哋都唔相信复活，佢哋认为复活系门徒佢哋虚构出嚟嘅。但系当我哋睇路加嘅记载嘅时候，路加系好强调耶稣嘅复活系真实嘅，因为呢个系门徒佢哋亲身嘅见证。路加系路加福音嘅作者，保罗喺提摩太后书嗰度称路加为医生，意思话佢一个好有学识嘅人。佢喺路加方嘅序言第一章第三同第四节嗰度咁样话：，佢话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喺度强调佢所写嘅是经过他自己详细的考察，所以很多研究圣经的人都发现路加在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和描述都是很细致和很真实的。同时我们又知道路加是一位的历史学家，因为路加他也同时写了这个使徒行传，在当中他用了当时最严谨记载历史的方法和词汇来到去写成这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这里讲到路加是来到用很多的凭据，很多的证据，而且这里亦都讲到耶稣在四十日的当中是活生生的，在他们的当中来到去讲，跟他们讲论福音。在圣经里面一共有十一次的记载耶稣的显现，而且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记载没有在圣经的当中。这里更加显明是耶稣当时是来到去与门徒来到同在，在他们面前来到去显现。而当我们回到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九至到四十节，亦都是一段最详细来到记载耶稣复活的形象。这里路加这样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在这里第三十九节，路加要证明在他们眼前的耶稣就是被钉死的耶稣，就是他们的夫子。这个路加更加指出耶稣那个肉身是真正的复活，他不是鬼魂。所以经过这个的显现之后，门徒就深信不疑。我知道在历史里面有很多人来到要去否定耶稣的复活，不过经过了二千多年的时候，无论在理性的辩证上面和生命的经历上面，
耶稣的复活是仍然是屹立不倒的。在十九世纪，英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律师，他叫做 Edward Clark， 他亦是一位政治家，他曾经担任过英国最高法院里面的法官。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以律师的身份对第一个复活节所发生大小的事那些的证据做过长期的研究，对我来说这些的证据是肯定的。他从很多方面来对辩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从耶稣的自称、圣经的可信、复活的证据来到反驳很多人对复活的这个的质疑。所以今天让我们来到深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确确实实的来到从死里面来到复活。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个中心是要去解释基督复活的意义。在路加福音第24章有四次的你都强调耶稣的受死和复活是旧约老祖的预言，是必须来到应验的。在第24章第7节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第26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最后第46节又对他们说，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不单单在24章有四处的地方出现耶稣的受苦和复活是应验圣经的预言，是必须的，是应当的，是一定的。而且更加在路加福音有三处的经文，9章22节、17章25节和22章第37节，那里都讲到说人子是必须受许多的苦，而且是第三日来到复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路加不单单在最后一章的经文里面，甚至整卷的路加福音，他们要突出这个的神学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受害和复活是应当的，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圣经老祖的来到预言。路加不断来到去记述和强调耶稣被卖、受害、复活是神的计划，是应验圣经旧约的预言。基督的受害都是神的旨意，他要门徒明白原来神藉着基督的受苦来到得胜和成就这个永远的救赎。第三个的中心，这里告诉我知道是要传扬基督的复活，你要直到万邦。在第45至第47节这里这样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在这里耶稣除了来到向他们讲解他必须受苦和复活，他更加吩咐门徒他们要传悔改的道，等候上头来的能力，要将福音来到传扬直到万邦。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来到重温这个复活的这个事迹的时候，但愿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里面，我们都能够来到看见这位复活的主。特别今天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在24章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当时有两个门徒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确实不能够去认出耶稣。在第15和第16节
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以马五斯路上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以致他们不能够认出复活的耶稣。眼睛迷糊可以直接翻译为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了。有人就问，究竟他们被什么来到蒙蔽呢？我跟着你去看，在经文之后第三十至第三十一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我发现最初他们眼睛迷糊，但是现在他们来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眼睛明亮直接可以翻译为他的眼睛被打开。那我们会问，究竟他们之前被什么蒙蔽，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够打开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耶稣关于他受苦和复活的教导，以致他们不能够去认出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这两个人怎么跟耶稣说？他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好些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这里他讲到门徒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困惑，他们不明白他们素来所盼望的救赎以色列的这位尼赛亚，他们今天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现在连身体都不见了。所以在当中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那种盼望，以致他们认出这位复活的耶稣。但是当耶稣来到在这里，来到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就来到去明白，原来基督的受苦是必须的。基督的受苦是要成就他要得的那种荣耀。我们发现在门徒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被眼前的现实和苦难来到去蒙蔽了。又或者我们这样说，他们从所想望的这些事情里面，他们幻灭，他们落空，所以来到被蒙蔽。我知道犹太人一直的去盼望尼赛亚是拯救他们，来到脱离这个罗马的这个政权。今天他们看到的这个的尼赛亚，他们竟然来到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们那种的失望，那种的绝望，以致他们认不出这一位的复活的耶稣。但当耶稣当我讲解给他们明白的时候，他们就眼睛被打开，他们再一次重新去看到，原来这位的基督是要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核制，是神他自己与他的救赎的计划在当中。他们开始看到基督复活的德性，他胜过了死亡，死亡不是那个终结，而却是德性的开始。今天可能世人在很大的苦难的当中，或者在死亡的当中，我们只是在里面来到去看到那种的绝望，看到那种的悲伤，但是他又看不到原来一切的苦难原来就是指向基督的救赎和基督的复活和得胜。大英帝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时期是一个全盛的时期，英国是被称为这个日不落的帝国，它在世界上面你要拥有最大的版图，包括在当时的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在非洲、在亚洲，甚至在印度和澳洲。
当时的大英帝国亦都是世界上最光荣的时候，他拥有一个的文明的博物馆，里面超过有100万件的收藏品。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王夫阿伯特，他在他去世之后，女王就为纪念他的丈夫，来到在1867年去建成了一个的音乐厅。这个音乐厅是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音乐厅，里面有6400个座位。不过当维多利亚女王她年老垂危的时候，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很细声地来到讲了最后三句的说话。在她身边的人低起头来，很留心地来听她讲，要听这位的极尽辉煌的这位的女王，她最后会讲什么的说话。维多利亚女王最后这样讲，她说 How great is my glory， 我的荣耀是几咁伟大。 How big is my power， 我的权势是几咁伟大。 But how short is my life， 我的生命是几咁短暂。这个女王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到，今日无论人有几大的权势，有几多的财富，他都是伏在这个死亡的权势底下。在古今世人的当中，没有人能够去战胜这个最大和最后的这个的敌人。有人这样说，苦难是与生俱来的。每一个的婴孩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哭，这个就表示他会在一个很不安的一个的世界里面。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有竞争，有压力，再大的时候会有患病和死亡。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指出，人犯罪堕落之后，那种终身劳苦，离不开苦难，在恐惧和忧虑的当中。没错，人生却是有快乐的一面，有亲情，有幸福的家庭。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怎样，我们最终的都要面对那个最终极的苦难，就是死亡。人在当中，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人会失去一切的成就和所拥有的，人亦都失去了他所爱的家人和朋友，他一切就会变得虚空，对人生失去了盼望。但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事，基督的受苦和死亡不是指向一种的绝望，基督的受苦死亡最终是指向他的复活和得胜。基督的复活是告诉我知道，死亡已经被废除，罪恶已经被征服，基督已经得胜了苦难。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至第十五节，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为奴仆的人。我们很感谢神，今日在世上没有一种的哲学的思想，在这个世上没有一种的宗教的可以来到去叫人你要胜过苦难和死亡，唯有是基督的复活。二十世纪伟大的报道家盖培里牧师，他有一本书叫做《如何面对死亡》，他在那里讲到说，他是满有把握的，你要等候将来神的荣耀，因为他知道天堂的喜乐是等待着他。他更加这样说，他说在天堂一分钟可以比美在地上一生的快乐。你以为我们今天无论在几咁的困苦的当中，我们仍然的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是得胜了最终的仇敌，最大的仇敌就是这个罪恶和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这个
得胜死亡的这个确据和盼望。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又能够来到活出得胜的生活。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8节，这里耶稣除了来到去向他们来到去讲解他受死和复活的真理之外，他更加这里要吩咐他们，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这里讲到福音是要被传到万邦，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必然的得胜，门徒他们必然得着能力，神的救计划必然要成全。保罗更加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5节至第58节这里这样说，他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今日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就能够来到作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和果效。所以保罗这里劝勉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来到多作主工。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主必与我们同在，主已经是复活的主，祂已经得胜了，祂而且祂掌管着一切。只要今天我们愿意来到忠心的来到努力作工，来到传扬祂自己的福音的时候，主靠着主的大能，我们必然能够去得胜。有人这样说，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人最大的问题是在苦难里面你要看不见神，你要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你要相信基督他能够与属他的人来到一同的来到得胜。今天我们好知道世界的疫情是非常的顽强和凶悍，我们听到在很多地方已经去到第三或者甚至第四波的那种的传播。虽然疫苗是已经是全面的开始接种，但是仍然遇到很多的难题，甚至我们听到有国家又再次的来到去封城，甚至我们的加拿大无论在安省或者 BC 省，我们的感染不断的来到去进到新高的里面。我们亦都可能会预期到我们有一段好长的时间都未必可以来到如常的生活。国际和政局里面亦都风起云涌，在当中充满了很多的荒宴和强暴、独裁和专制、道德的堕落和放纵、人那种滥用自由，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在一种的末世的大迷惑和大背道的当中，可能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人在这一切的这些的考验里面、苦难里面，他们会失去信心和盼望。但但愿我们今天你要再一次来到看见我们这位复活得胜的主，以致我们能够带着信心靠着基督的得胜来到去每日的你这样去来到生活。前波道神学院的院长杨永常博士，他在上一个月的圣经的讲座里面跟我们分享到他一个的见证，就是讲到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怎样神带领他回到去这个苏格兰这个地方这个爱丁堡是昔日他来到去接受装备来到进修神学的地方，来到当中来到去服侍，来到去侍奉，来到开办一个的门徒训练中心。不过当时他有很多人跟他讲，他说其实你这个的计划其实是相当的困难，因为当时在这个苏格兰这个爱丁堡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华人的这个神学的课程，很多都是免费的，但是不是很多人去参加。如果在当中如果要来到开办一个门徒训练中心的时候，如果要甚至要交学费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少的人来到参加。现在
过了又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杨博士他们特别去分享，就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他很感谢神，因为报读的人数有已经有七八十人那么多。当我听到这个他的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恩和赞美，就是神很奇妙的当中的带领和工作。特别当我今天你要看到香港环境，因着环境的转变，将来有不少的人是因为这个居英权，他会移民到这个英国。除了在这个最大的城市伦敦之外，英格兰的爱丁堡是很多香港人他们将会去的地方。我们看到当来紧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福音也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你们有没有看到原来今天神在这个的困境的当中来到开路，来到只要我们愿意忠心靠着他的能力，我们必定能够来到迈向这条得胜的道路。今天我们也都在我们现今的处境里面，我们发觉到我们教会面对很多的难阻，环境都很你要影响我们的牧养和传福音。但当我们感到人是很无助无能的时候，或者甚至我们会灰心的时候，但我们又看到神在当中来到为我们来到开路，或者我们预备我们，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网上的聚会里面，我们可以更接触到更加多的人，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参与，一同的来到专注神，来到寻求神。所以我们今天很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只要我们不断的来到努力，来到传福音，来到坚固，来到为主作工的时候，来到遵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好像我们教会的使命书言里面说，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要切实相爱，我们要扎根圣言，我们要竭诚事主，最终的我们必然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挑战，因为神的道基督的复活是能够带给我们最后的得胜。没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在面对一个大时代，我们面对相当多的问题，但愿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现实的苦难里面，我们不要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应该去凝望仰望这位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复活的盼望，以致我们知道我们有永恒的保障，更加的我们依靠这位活着的基督，我们就能够得着今生的力量，你要活出得胜的生活。阿门。当我在旷野孤独
你就是真，永远握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热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热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好，弟兄姊妹，我们很感谢神，今天在这个的复活节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同时有洗礼和过会礼。今天我们有程仲元弟兄，他愿意透过水礼正式加入教会。我现在先请程仲元弟兄 Andy 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程弟兄，各位弟兄姊妹，記得在香港的時候呢，我基本上是沒什麼機會接觸到教會宗教這一樣東西的。直到是移民了加拿大之後呢，首先是我太太，她經過朋友介紹，她就是去做崇拜啊，是去查經啊，以至她決志去受浸禮。在她受浸了之後呢，他就經常咁邀請我去翻去教會啊，所有嘅活動啊咁樣。雖然我係唔係太多噶啦，但係我都會同埋太太一齊咁去教會啊崇拜啲嘢。直到有一次，我係記得噶啦，十幾年前咧，喺一場由小金子嘅福音話劇報道會上邊，我嗰次咧就係受到感動，所以咧我就當時就決咗志啦。但係決咗志之後，我就發覺原來我工作的時間呢就很難抽到出來呢，經常回教會、所以我對教會聖經的認識呢都不是太過深。直到四年前我正式退休之後呢，我就經常每一個禮拜就跟太太一起回教會，又去上主日學、上團契，現在開始正式去讀聖經了。在讀聖經的過程裡面呢，我就發覺哦，原來我自己真的犯了很多很多的罪。譬如說我的脾氣呢，有時呢就很容易激動啊，很容易衝動這樣。還有呢，我對事物的看法呢，就很多時是用自己的、覺得是怎樣應該怎樣呢，又成日跟人去爭的。那閱讀聖經得多呢，就越來發覺哦，原來作為一個基督徒呢，你應該呢就好像基督耶穌教導咁樣，你要有忍耐、有和善、有慈愛、有節制嘅。所以咧，好似呢啲説話咧，就好似個鐘咁啊，印咗喺我腦度嘅。每一次當我遇到哇，我想話好激動嘅時候咧，咁呢咧就有一句説話，有一個人喺度同我講嘢啦。你唔可以咁樣做嘅，你要記住基督嘅教訓。所以咧，我就我唔應該咁做。咁我就開始放鬆啦。咁自此之後咧，我覺得時時都有喜樂，所以我覺得咧，跟住耶穌基督嘅做法咧，係絕對係正確嘅。慢慢慢慢，咁我就更加深入去認識啦。咁我而家發覺咧，只要我將一切交俾神，去倚靠神，咁我做嘢咧就應該係朝住一個正確嘅方向去走噶啦。咁我心中時時都喜樂咧，我哋希望咧喺今次浸禮之後咧，我就係將呢個福音傳開去，亦都希望咧將喜樂傳去俾每一個弟兄姊妹。
好 ，Andy， 好开心听到你的见证和分享，好感动啊！咁咧，我就喺同你洗礼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喺弟兄姊妹面前能够回答我。圣众员 Andy， 你系咪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啊？我相信。好，既然你相信，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恭喜你。接着呢，我代表教会呢有一份的证书和礼物呢来到去送给你。欢迎你加入这个大家庭，我们一起同心建造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很开心，除了刚才我们见证的水礼之外，今天我们也有过会礼。好感谢主，我们有一对的弟兄姊妹很愿意以无敌港众恩堂为他们属灵的家，就是 Steve 和 Delice。我现在请他们两夫妇一起上来分享他们的见证。我是 Steve 张，这位是我太太 Dillis 张。我们是彼得团契的，大约七年半前我们由亚省的 Edmonton 来到温哥华，就感谢神的带领，我们来到无敌港重恩堂，并且成为我们的属灵的家。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得到弟兄姊妹的关心和祈祷，特别是三年前我经历过心脏病突发的时候，都感谢神的拯救和弟兄姊妹的祈祷。事发当日的时候呢，是很突然的。当时我就在家的前门整个草地的，突然间就晕了。醒回之后呢，就发现自己就在个急症室里面，身上呢就插满了喉管，是很不舒服的。当时我觉得，原来健康呢是不是必然的。人的生命呢是很脆弱，正如圣经所说，在诗篇103篇第十五、第十六节，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兴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就归于无有，他的言处也不认识他。所以现在就我每日呢都要数算神的恩典，正如诗篇所说的：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作你的冠冕。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源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经过三年之后的心脏病呢，我现在还仍然站在这里，即是为神作见证啦。当然我就不是好像鹰那样会飞的，健康都 OK。 感谢神呢，就将我从死荫的幽谷里面拯救回来，以至今天呢可以在此见证神的恩典。也都多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去分享，多谢。我呢就是在香港决志的，就是在我读大专的第一年一个圣诞节的报道会里面决志。当时呢就打动我的一句说话呢，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就是这样决志信主。八年之后呢，我就来到加拿大 Edmonton。 那年呢，我就是在宣道会那里就是受浸。在大概七至八年前啦， Steve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就在 Edmonton 搬埠来到库克林。我哋初期嘅时候咧，就喺屋企附近嘅宣道会度咧，系即系翻佢哋嘅崇拜咁样。
因為我翻工嘅時間咧係撞咗教會嘅團契啦，咁我就長期都冇團契嘅生活咧，咁我就覺得係有所欠缺，咁所以咧後期知道咧眾恩堂嘅團契係星期六嘅時候咧，咁我咧就聯絡呢間教會啦，咁係David 弟兄咧就接待我，咁咧就安排咗我入彼得團契嘅。咁我亦都被編入小組，咁組長係 Rena。咁我好感謝主，因為呢個小組咧就俾到我有一個小型團契嗰個歸屬感。咁其後咧大女亦都有一位中學同學邀請佢咧就翻眾恩堂嘅青年團契。咁亦都好感恩啊，佢都係恆常咁去翻緊呢一個團契啦，同埋崇拜嘅聚會。頭先阿 Steve 都有講啊，喺兩年半之前咧，心臟病突發，生命係危在旦夕，喺 ICU 咧有兩個星期。咁我哋大大經歷神嗰個嘅憐憫同埋拯救，就喺 Steve 嗰個垂死嘅邊緣裏邊咧，去拯救佢出嚟。頭先都有講係事發嗰陣時咧，佢係喺前院係掹緊野草，咁睇到神其實真係保守住每一個關鍵性嘅時刻嘅。咁佢俾我嘅細女咧係聽到佢叫咗一聲，佢真係叫咗一聲，佢就暈低。俾我哋可以即係三母女咧喺嗰個黃金四分鐘之內咧，就係衝到喺佢身邊睇下發生咩事。但嗰陣咧，佢已經係反白曬眼，好似已經唔喺度咁。咁我兩個女已經喊曬。咁到十字車嚟到嘅時候咧，就用呢個醫護人員就用呢個電擊器去電擊佢，但係咧佢係冇反應。電咗佢好耐都冇反應，咁所以我同兩個女咧係即係跪低去祈求神。我同神講，我係唔配去求你，因為我有罪，但我仍然去懇求你，懇求你救佢，因為只有你先拯救到佢。出邊啲醫護人員都冇曬辦法，咁好感謝主去聽禱告。咁大概半個鐘頭後，醫護人員入嚟同我哋講，佢有翻心跳啦，可以上十字車去醫院。即係好感謝主俾佢有翻心跳，能夠去到醫院。咁喺醫院嗰度咧，佢就通波仔，醫生同佢通波仔，個主血管咧係塞曬100% 塞曬嘅，就要插咗五個支管。咁佢個情況係十分危殆，醫生唔知道佢可唔可以存活。當晚阿 Rena 知道我哋入咗醫院咧，佢即刻就去醫院嚟探我哋。張牧師同埋 Evan 師母咧都相繼趕到嚟醫院。咁我覺得好感動，因為嗰陣時牧師師母都唔係好知道我哋係邊個嘅，但佢又趕快嚟到醫院嚟到為我哋祈禱，陪咗我哋成晚。咁又團契嘅弟兄姊妹為我哋祈禱，為我哋預備愛心嘅飯食送餐俾我哋，又幫我哋去車個女翻學放學，又好多次咁樣車到佢哋去醫院探爸爸。咁俾我哋好大好大嘅支持同埋鼓勵。咁啊 ，Steve 咧好感謝神。Steve 咧，佢喺即系 ICU 兩個星期後咧，即系佢慢慢係渡過到個危險期。咁醫護人員咧就話而家咧係要睇佢個腦部嗰個情況，因為咧個腦部如果有七分鐘冇養分嘅時候咧，係會損壞嘅。咁我心裏有數啦，因為佢醫護人員嗰陣時去到我哋屋企。用電擊器去電佢嘅時候，佢係半個鐘頭佢先有翻心跳，咁遠遠超過七分鐘。所以諗到咁嘅時候咧，我就即係同神講：神啊，你拯救佢，求你拯救佢到底。嗰陣咧，唔單止係眾恩堂嘅弟兄姊妹為我哋禱告啊，Edmonton 嘅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都為我哋祈禱。咁另一間教會嘅牧者同埋弟兄姊妹，佢哋都好有心嚟探訪。禁食祈禱，仲有各種大大小小嘅幫助，所以我哋實在係感謝神好多好多嘅恩典喺我哋嘅身上。咁醫護人員咧就幫佢打麻醉藥，睇佢嗰個腦部嘅情況。嗰幾日啦，咁佢可以即係寫一啲嘅字啊咁樣啦，簡單嘅字。咁佢咧就嗰日佢寫咗個 M 字。我就問佢係咪 mortgage， 原來咧佢識得問我。每月嗰個嘅 mortgage 嗰個嘅即係房屋嘅貸款交咗未？哇！我真係好開心，我真係好開心。神真係救到佢，拯救佢到底。嗰陣時我諗起約伯嗰句説話：我從前風聞有你，我現在親眼見到你。
我睇到主耶稣嗰个怜悯，佢嘅手若施慈爱，佢点样嚟到去听我哋嘅祷告，即系 去拯救咗阿 Steve， 即系拯救咗我哋一家。我哋系十分感恩，睇到神嗰个嘅爱嗰、那个大能。今日好高兴我哋即系加入众恩堂，成为其中嘅一份子。我哋祈祷，我哋期盼，我哋继续嘅喺神嘅说话里边去用功，去努力学习，同埋去实践神嘅说话同埋神嘅爱。啊，多谢大家。刚才咧听完你哋嘅见证咧，真系好感动，亦都好鼓励。而家咧，我代表教会咧，有一份嘅证书同埋礼物，分别送俾你两位。我先请Steve 啊 ，Steve 张家全弟兄呢份系教会俾你嘅证书同礼物，我哋好开心，欢迎你加入呢个大家庭，一同嚟到建造神嘅家。接住弟弟你教下，好嗱，你企过嚟呢度啦。首先我代表教会欢迎在我们当中今天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在这个网上和我们一起崇拜主的每一位的新朋友，希望以后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继续和你们一起来到敬拜神。我们再次欢迎你。接着我们有一些家事的报告。今天我们很感谢神，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里面，刚才你已经见证到洗礼和转会礼的过程。今天我们在粤语堂的洗礼呢，有刚才大家见证的就是程仲元弟兄 Andy 他的洗礼。另外呢，有一对夫妇就是张家全弟兄 Steve 和张美玉姊妹 Dillis， 他们一同来到转会，愿意呢以牧地港众恩堂为他们属灵的家，我们很感谢神。另外呢，在英语堂里面呢，有三位的弟兄姊妹透过水礼来加入教会，就是 Jonathan Mann、Timothy Mock 和 Angela Wong， 我们为他们感谢神，也求主继续带领他们属灵的成长。第二个的报告呢，就是关于英语崇拜，他们的崇拜的形式将会有更新，并且会在下个主日4月11号就正式开始。他们将会呢，到时就不会再有影像录像的影片上载去到 YouTube 这个频道，而他们将会以 Zoom 的形式来进行。崇拜仍旧是上午10点钟举行，崇拜将会是现场直播，不会再有录影了。我们祈祷这个的转变会带来更多方面的更新，让他们的崇拜更加能够经历神的祝福和主内的团契。另外，英语的主日崇拜的程序，亦都程序表呢，由今个主日开始亦都会改为是网上的形式，大家可以留意和参看。另一个的报告就是2021年卑斯省门洛弟兄会 BCMB 的周年大会，将会在4月30号到5月1号的礼拜五和礼拜六在网上来到举行。弟兄姊妹，如果想参加的，请大家和办公室联络和浏览这里列出来的这个的连结，截止报名的日期是4月8号。另一个的报告，教会网页的更新，现在是招募网页的设计员。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这方面的负担，你可以和我们联系，和教会的行政部来到联络。另外就是关于祈祷会，我们感谢神，过去这几个月我们一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同心祈祷，警醒的祷告，互相的代求。过去周二的祈祷会不断，弟兄姊妹都会参加，亦都有新人加入。同时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参加的。我们继续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周二晚上的祈祷会。
祈祷部由三月份开始已经开始推动全教会祈祷伴侣的计划。目标就是藉着祈祷伴的关系能够互相守望主来同行，寻求个人和教会的复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以同性别或者是夫妇自由的组合，人数可以是两个到四个的。大家可以在电话或者是视像定期一起分享祈祷。如果有这方面的查询，可以联络 Julia Wong 姊妹和梁耀莲牧师。另外祈祷部在网上亦都启动了这个早祷会，现在将会在四月份的每一个逢星期一的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继续来到举行。过去这个月里面，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参加了，他们都是以往是没有参加到周二晚的祈祷会的。我们为此来到感谢神，求主继续祝福这个早祷会。另外传道部会举办这个医疗讲座，会在四月十七号下午的两点至三点半钟，我们邀请了姚志雄医生教授来到分享在疫症当中看见神奇妙恩典福音的信息聚会。大家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也都邀请亲友慕道者来到参加。另一方面，我们为到四月至六月份的主日学来到祈祷。今日就正式主日学开始新的季度了，我们求主来到祝福，让弟兄姊妹能够扎根圣言，来到寻求生命的更新。另外呢，办公室将会在四月五号下个礼拜一的复活节的假期当中，办公室是会休假的，大家请留意。而在疫情的当中，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回来教会，先请大家预先通知行政的同工，同埋遵守安全的守则同埋程序。最后一点呢，就是2021年第二次的议会会议纪录的撮要。2021年的2月10号以英文版本为准的，我们通过了邀请王伟强 Joseph Wong 弟兄成为教会政策手册委员会的会友代表。今天的报告就在这里了，愿神赐福各样的活动。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继续以三一颂来到敬拜神。请大家现在凭信心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慈爱的天父，向你仰念，赐你平安。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今日复活节主日的崇拜已经圆满的完成了，大家可以请坐，安静之后我们就可以散会。愿神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